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老早哈，咱这节是妇女的使命嘛，哈。那妇女的使命呢，咱要爱知影。咱尤其是台湾民政府的妇女，勇敢走出来，拄起出家，咱要搁治国，要爱搁平天下。咱伫咱世界，咱最近知影的吼，拄则有讲到希拉蕊，迄是咱的偶像，搁而且柴契尔夫人。梅克尔都是咱妇女的偶像了哈，是咱爱遵循脚步的人物哈。所以呢，咱台湾民政府的妇女嘛是同款，咱查甫也不例外。妇女，咱持家以外教化子女，咱这家要讲的哈。就是讲，咱明仔载搁一天，咱就是变成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政务官，咱读起咱的法律，要非常的了解，非常的有自信，对不对？对。咱一定要根深蒂固，知道我们的法律。咱袂使讲外口凊彩讲讲的，啊，你着搁听落去。咱遮就是台湾民政府上好的政治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咱一定对家己爱有自信，对法律爱有了解。咱呢，即马爱行入，拄起咱法律以外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教育课程，所以。咱遮拢是政务官对无？那么啥物叫做政务官？咱政务官就是要领导人。咱讲做事容易，做人难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做事真正学学就会，做人呢真歹学。那么咱政务官是要管人，咱毋是要管事哦。所以爱认识清楚，所以有必要，咱即马开始，就是家己爱真正的提升自己的品格、修养、道德、操守，一定爱严格。咱呢，台湾民政府400年来，咱的秘书长带领咱行这条路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勤政。爱民对不对？咱将来呢，要让台湾走出一个健康、搁再幸福的日子，咱为家己爱做起。台湾人呢，咱现本时，予人教育甲足歹，咱一定不能官僚派，对不对？啊，变个口号是安那亲民，对不对？上任了后，随时把这个柜台改革落，对不对？对。嘿，咱呢一定爱比阿扁的改革，搁再较勤政，搁较爱民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咱一定爱好所有的咱台湾人，吃苦这么久啊，一定袂使讲常常吼老百姓来找咱，搁碰钉子，对不对？咱一定要勤政爱民，做一个堂堂正正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，安尼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咱必须要探讨，爱探讨的，咱家己爱做起，做一个领导人的同时，咱一定爱先比领导，对不对？咱爱学好被领导的能力，咱才有法度去领导人。要有同理心，咱如果只有
家己安尼吼，家己感觉讲我高高在上，哦，我的官位足悬，我而且呢，哦，我足大，那不得了呢。咱下底的人受得了吗？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要有同理心，咱要管人，一定爱比人先管，咱爱承上启下，对不对？承上启下，咱原本是咱呢，这个道德操守一定要有。那么呢，咱一定爱有礼貌，一定爱遵守信用。而且呢，台湾人上歹的习惯，就是讲号做台湾时间啦吼。台湾时间讲六点放帖啊，来讲七点才开刀啦。咱一定爱一切的来改这个歹习惯，改改掉。日本人是最准时的，咱是日本人的日本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咱是成民呢，要做人的安尼记吼，啊那乱七八糟吼，啊要来做会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守时守信，搁而且呢，日本人上好的就是有礼貌。只要呐会当尊重人，咱万事拢 OK。人就是未尊重人，才会予人生气，对不对？你若会当尊重人，有礼貌去对待人，有道德观念做起来，绝对是无问题。如果呢，有人要找咱种种的麻烦呢，咱若徛得正，绝对可以化解掉。哦、所以讲，咱即摆要讨论的问题，就是讲咱即个要安怎来领导人的即个条件吼、哦，要安怎领导才会成功？吼、哦，所以咱有必须要来探讨，来牢牢记住，讲咱明仔再去，咱就是正正当当，而且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啊，吼，所以咱领导人的必备条件就是讲，咱一定爱甲家己一个价值性，唔是讲你取得偌济啦，是爱讲你贡献，你贡献出来有偌济。那么呢，自我肯定一定要积极乐观，咱袂使老是气气。负面的吼，啊，该爱加强你的 IQ 的管理，爱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啦吼。首先呢，一定爱养舒克，袂使讲啊，人若讲啊，鼻仔互徛伫行。咱台湾人阁是一项上歹的歹处，就是足爱做厅长啦吼。啊，人若讲就听落，你官若偌大呢，做厅长一定会垮台。因为安怎，你爱明哲保身的方法，不要中人家的计。人若是甲你乌白讲讲的，你就听落去，害死好人，害死好人，家己官嘛做袂掉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透过咱的智慧，家己去思考、去判断。那么 ZQ 是足重要，就是判断能力。那判断能力，一定爱甲黑白分清楚，是非爱分明。咱这边顶领导人才可以服人哈。爱用心掌握咱的机会，就是像即马今仔日咱这个群秀，咱要来考试。如果咱有把握的人，一定咱就是把握这个机会。较紧，你若是讲幸福来甲你敲门的时候，你一定爱较紧甲门拍开。哦，我听讲吼，真济人唔敢来考试啦，只给自己的机会，一定要勇敢的打开。好、哦，阿、恁是付袂到啊，但是以后还有机会哈、哦。所以唔通客气，因为台湾人吼上好客气的啦。很多下拢，哎呦，我袂晓，我袂晓。那么咱的机会不会常常等我们哈、哦，就是要争取家己的这个幸福，加而且建立家己的成功，一定唔通客气，就是要打开门来迎接机会，永远是留给自己准备好的人哈，来等待啊，
不如来创造机会哈。如果像咱即马是争取到啊，但是咱还可以创造更好的机会，就是机会就是机逢了哈，可遇到不可以求哦。好，就是恁已经有到啊，但是恁有哈。不是讲求来有诶，但是恁有迄、迄个福气来拄着，有时要自己去把握。然后呢，咱爱做较长、做较久，安尼才袂失去咱这边的机会，安尼对无？嘿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好好的会来注意这件诶代志哈。那么，咱一个人是会当。选择爱比选择是看你的条件，他肯定自我哈，创造你的 EQ 的情绪，一辈子哈拢袂当袂记只讲，甲家己甲互别人看到，这发光发热，如何当自己的经纪人？咱即马来上课了后，回去伫酒店，咱就爱适当来。来表现，让别人知道你是可用之才啊！咱呢，即种咱一个团队，嘛那像咧行棋。咱做领导人的同时，咱一定爱适才适用啦，吼！啊，你唔好兵啊，掠来做军啊，军掠来做兵啊，咧吼！安尼，规盘前功尽弃，规盘中输啦，吼！所以适才适用。咱一定要重用人才，唔好重用奴才。奴才只会巴结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咱一定忙分你我，世界看落啊，拢是一家人。卖阁讲咱台湾民政府，咱是大家庭，对不对？咱拢总是一家人，不能斗来斗去呀、啊！吼，大家要有爱同心呐、啊！吼。有爱同心，勤政爱民，这就是咱爱遵守的条件哈。所以讲，咱人若到一个尽头的时候，一定要转个弯，一定会遇到困难，咱家己头壳爱转一下，就是袂当讲去碰到壁啦哈。因为咱过去，咱有人做过官无？有举一下手一下。你是吧？吼、哦，有做过政务官的人也一下手一下，足客气的吼、哦。所以无，咱就是爱学习，爱学习呢，创造家己的风格，展现自己，会学会沟通协调、情绪控管，咱的形象，吼、哦，爱特色，个人的魅力，高度敏锐的观察力。专业形象、甲仪容观念，咱拢爱注意。所以仪容呢，我拢讲吼，啊，逐工咱爱照镜照看咩？啊，我有升官无？有升大官无？安尼无？咱袂使阁像过去安尼吼，啊邋邋遢遢、乌白青青咧。咱的仪容都一定要看起来让人家吼安尼肃然起敬呐吼。让你会当成一个样子，至少咱就是袂一定不能邋遢，而且呢，咱就是讲吼，你的特色甲你的专业一定要显现出来。咱袂使讲，像足侪人来，在分组会议，还是拄啊来登记讲，啊，我拢无尊重，啊，也无尊重，你。有想将来你要做什么？你无你嘛，只嘛爱好好去准备，袂当到主政啊讲啊，我啥物拢袂晓，人拢学来啊，对一个讲生出来拢会晓，无人安尼嘛，对不对？只要想要做，咱拢做会出来，一定学会好。啊，咱若无只嘛开始到执政的这段的时间，咱爱好好去准备。我想要来做啥，你要亲近。善知识来勇于学习，安尼才会当后摆会当做了损失吼。所以呢，咱做领导的同时爱注意家己的一言一行呐吼。咱人讲
嘴若带刀，啊，感情就起风波嘛。上台三分钟，在台下三分钟哦，咱台下十年功哦，台下十年功，学好家己，即会自家己的能力，你就袂讲吼，到时吼，啊，你无法度通去应对。自我的能力的发开发啦，你爱开发你家己。我想要来伫对一个单位来服务，所以你爱家己为这个地方去找所吼，培养良好的形象啊，展现家己的气质甲智慧，令人喜欢，啊，有个人的这个基本的素养甲品德，会当建立。个人去影诶，这个影响力，你这个影响力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做一个领导人，如果个个不服你，你会很麻烦呐、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要树立风格，和家己感觉自身的重要性吼、哦。咱家己若无看重咱家己，啥物人会尊重咱？所以呢，无论讲话做代志，一定爱人家看得起，爱营造发挥舞台，有新鲜感的特质，不跟别人一般的心态。当他气氛哈、哦、共事的抱怨哈、哦、真心的话及分享秘密，和谐有爱跟同理心。所以讲，咱袂使定定的。在众的头前，一直讲一个负面的、抱怨的这个气氛啊，真心话，甲人分享这个秘密，甲你的和谐、有爱啊，爱有同理心，甲人同理心，你就不会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跟地位着想。啊，你若是讲啥物利益拢想着家己尔尔，安尼就住厝做家长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是毋是厝内小家庭的家长？咱是爱做大家长。大家长，你要心胸开阔，可以包容别人呐、啊，哈、哦。咱先讲咱的目标视野化哈，视野哈、哦，咱想你爱敢想，就爱。做会到，咱敢做，因为安怎是安怎要叫恁敢做？像即马足侪人叫出来要做群秀，群秀是要甲馆长变大嘛？你有这个机会，不过足侪人都唔敢，讲哎呦，我唔免啦，我做较少的。你敢想爱成功，一定爱敢去做，勇于去接受哈，领导的道德操守。对一个社会的一份的责任、努力的精神和这个责任感，拢是成功的基石。这个不能没有，吼、哦！咱一定爱有道德的操守，啊，对这个社会的一份的责任。咱像咱即马足济人吼，像这个大师讲，伊一转去就叫十几个啊。那么十几个咱抓出来，咱要做啥物？袂使讲咱人当十几个入啊，当在认真打拼的时阵，咱老是在那边讲负面的话，还是咱家己受到挫折的时阵，甲规班人拢偷偷死，哦，这个也不好啦，哈、哦。就是讲，咱家己一定要标标准准、规规矩矩，一定。保持自己的心态，让咱袂受到影响，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，这就是责任啦吼。梦想跟事实吼，拢是有一段距离。单打独斗的日子，咱拢已经过。咱即马是一个团队，咱一定爱互助合作。我们要承上启下，左右逢源，一定
袂当讲啊，我家己一个人，袂当一个人家己做。咱是一个团队，一个成功领导的团队，一定要共同合作哈。袂使讲分你我。本身的特质，人脉是坚定的信心。咱的人脉呢，你若是多，你信心就十足，因为咱的助手就足多嘛哈。啊，而且呢，咱优良的说服力、技巧及资源，比总是靠自己去摸索还重要。因为呢，你的人脉关系如果打得好，你的助手帮手就很多。你凊彩人来看到你一个在做袂好势，人拢会自动来协助你，那咱就是得到帮助。咱若是家己把苦卡做人呢，无人要甲你插吼，很快就会下台，因为你做不出来，是不是安尼？但咱呢，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专长，所以你不要小看别人，咱一定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好处，有伊的本定伫的，所以阮老爸敢讲吼，个个都是你的老师，因为伊捌的咧。你凊彩一个七婆爷，你叫你家己去试看的，那么量无你嘛无法度，所以他也是我们的老师，所以袂使老师讲我自己很大，我郑重呼吁咱台湾民政府的团队一定不能自大，一定要谦虚，然后一定要恭敬，对别人一定要。尊重还有礼貌，这足重要的。如果那是会当做到安尼，咱绝对没有对立，没有争斗，哈、哦。啊，如果呢，你若高高在上呢，啊，大家袂轻忙打击哈。我相信，暂时你可以拿到你的权力来压制、控制别人，但是绝对不能长久，是不是安尼？哈、哦。这个是一个常理，大家拢知影，但是知影有的是讲啊，咱都拢无去得加注意，所以咱今啊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。咱要做一个政务官，咱袂使疏忽，我们不能轻易去对待，绝对爱注意哈。所以呢，咱。借力使力，讲不用费力啦吼，咱一定爱借着别人的力量，所以不能看轻别人吼，要调整自己的心理建设，多接触国际组织啊，伦理道德、社会责任、赏罚要分明，要有前瞻的眼光啊，随时掌握整个环境的变迁呐吼。因为你伫一个环境，尤其像讲咱即马去九零，咱上课了，拢有转来九零，对不对？那么一个团队的环境，我们一定要能够适应。咱一定以我们自己以身作则来影响别人，因为咱台湾现在规矩有够歹，啊，佮而且思想有够歹，足济歹。啊，由咱家己来做起，我们来影响别人。尤其咱绝对袂使对别人去歹，别人歹伊的代志，我们适度找机会教育，然后沟通协调，一定袂使讲安那。咱讲成人之美啊，是能够独善其家。那么呢？立功成恶之人呢，哈，就是可以败坏世界啊，哈，所以讲不能成恶，咱不能为了三斗米而弯腰啊，袂使为着讲爱我利益甲这地位哈，那么就是讲这个人领导人是非常非常的歹，啊，你嘛是去助纣为虐，安尼。咱地基拍无好，一定会崩落。咱台湾民政府，咱家就是咱的地基。
咱一定好的材料摕来用，唔好拗茶摕来雕。拗茶有拗茶的用途啊，就是讲适材爱适用啊，吼，袂使讲这个是将军的料，你甲摕来做饼啊做，饼啊的料你摕来做将军，那么全盘进去啦，吼，咱就是讲一定要好好的去物色你的部署甲你的团队。后摆咱去派去每一个单位呢，秘书长讲爱三五个，所以咱家己一个人至少你爱栽培三五个你家己的亲信，甲你的助手，咱做了才会好些吼。咱爱开拓良好的人际网站，就是讲你要把人带好，要把事做好，一定要沟通技巧。主动的，你主动爱去问人吼，问讲你做安尼有好无？啊，我对到爱改进无？吼，唔好你家己做无好啊！啊，人若搁甲你建议一个，你搁底下想起搁爱面子，啊，硬凹吼，咱台湾人足侪硬凹要面子，啊死不悔改，那一定吼，这个官吼做袂久，搁做袂在吼。所以讲吼，爱诚心对待人。要乐于助人，吼、哦，咱爱勇于去帮助人啦，啊，所以人就会来帮助咱吼。爱、哦、正面的思考，啊，咱情绪控管唔好动唔动吼，家己情绪无好吼，嘿、哦，讲伫厝门市办到无好吼，啊，提来办公室吼，啊，再咧乱花费安尼吼，也是不好。啊，咱有高种吼无好的沟通习惯啦吼。哦不用绝对性的字眼，这是一种啦吼。咱就是讲，你绝对，哎，就是命令式的嘛。你绝对袂安怎，你袂使绝对袂使安怎。你会怎么样？你绝对，好，你应该，你必须，这就是拢命令式的啦吼。用这种的控制，搁而且吼强制的方法，这个字眼是，吼，要讲唔是真。一个高调呢，是非常之一定要注意哈、哦。绝对，咱做一个领导人哈、哦，绝对不要用这样的字眼。安尼，当听起来绝对哈、哦，会跟你对立，而且听起来不爽啦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情绪化还是讲贴标签、扣帽子，太过于自私、自我的中心、独占主义。过度自我炫耀和标榜，这拢唔对，吼、哦！因为安那咧，你情绪化，还是讲吼、哦，这个人呐，留啊无破你吼，啊，你就讲贴标签，啊，就讲扣帽子，好好的人才把他白白的糟蹋掉，这也是罪过诶，吼、哦！因为无简单，人有心来参加，啊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咱袂使讲啊，对一个对我无好，这个我就甲踢掉。所以，咱一定爱谨记在心，就是讲啊呐，所有的讨论拢是为了更好。咱对事无对人，吼、哦，这个人是另外一回事，都是我们的同心。那么，咱讨论的是事，是为了改进，把事情做好。咱袂使针对人个人的攻击来扣帽子。所以，这安尼呢？你人有在讲吼，杀人一万，神级三千呐，吼，所以讲一定要好好来对待人，来保守咱的人才。咱无简单，只总共只嘛只三千几个尔，吼，所以个个都是我们民政府的宝贝，对不？嘿，所以咱对事是无对人哦，吼，咱。讨论代志，唔好老是去攻击别人哈、哦。啊，做一个领导人，就是袂使讲哈，自我中心，我说了就算，袂当安尼哈。爱、哦、尊重别人的意见，尊重别人的看法，那么你较袂讲，予人歹印象，那么你袂当长久。所以，人的人脉的价值。
有偌济你团队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哈，要正确的方法及态度，提升个人人品，并进而提高你的绩效，提振你的团队的精神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团队，吼，咱即马像讲即个诶大哥讲伊叫十几个，这都是伊的团队。每一个人爱建立团队的一个精神。那么团队，个人有个人的发挥的能力，讲巧妙不同啦吼。戏法人人会演，但是巧妙各有不同，就是每一个人头脑想法做法拢较无共款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啦吼。那台湾民政府的所有的咱执政团队一定要一心一意啦吼。好，唔是讲一生俩啦吼，一意绝对袂使有三心个两意啦吼，一定爱一致的想法，互人心里的地位吼，一旦用眼睛、手势、穿着、仪态、身、隐、听着，运用幽默感设置周边的情境呐，吼。就是讲，你予人的这个心理地位啦，吼，为看到人的笑一笑，或是打打招呼，那我拢讲，嘿，大家好，吼，拢一定要有一个动作，让人家觉得你很亲切，你对他很好。所以呢，咱台湾吼，足奇怪的就对啦，我常常讲就讲。我伫日本啊，爬起来拄到无论一个啥物人，看到人影嘛，哦嗨哟，在嘛是啊，奇怪咧，台湾人我若讲老早，甲你认一个，啊，毋知看我是笑诶安怎，啊，话阁甚至会咪讲笑诶，嘿，足奇怪呢，那个是基本礼貌，啊，因会感觉足奇怪咧，好像咱毋知要家己滴啥物安尼吼，所以这嘛是咱爱一定爱。改革的所在，人看到一定要互相打招呼啊，对不对？人安尼唔只会拉近距离，啊，无大家讲安尼乌人在堵白人呐，啊，这是什么世界？吼、哦，这样活在世间真正无快乐呢。看到迄个啊人过啊，这个啊人过啊，吼，哇，这足痛苦的呢。尤其吼，即马住喺大楼的吼，拢无咧烧酒门呢。可能敢那我会讲小少问啊，我做大楼的主委吼，我大家拢甲问讲，哎呦，你住几楼几号？吼，我无啥会插我咧，啊，无爱插我，我就甲讲我主委，所以我会问你住对，无伊想讲我唔知问几号要因兜做查来款呢？吼，这足凄惨的呢，台湾人是安那开变到安尼，人日本人绝对袂使安尼啊，吼。一定看到人，一定行一个礼，一定爱打招呼啊！所以哈、哦，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成员呐、啊，为咱家己做起。咱看到每一个人，同心拢是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爱打招呼，好不好？看到某某面臭臭哦，哈、啊！我今麦去哈，啊，是讲吼，后摆恁来的机会，这就唔知啦。看到我一定爱笑笑，好不好？无我会感觉讲恁咧讨厌我呢，吼、哦！啊，因为我足每一个人呐，卖讲我，我足爱人爱我呢，对不对？迄就是讲啊，那每一个人都要自尊心，都要被尊重嘛。啊，看到安尼该笑笑吼，伊讲哎呦，上无吼，人迄个人对我有礼貌呢，吼、哦，无用人的嘛。所以这吼一定吼，我们的执政团队一定有的礼貌。所以咱看到咱的同心，我们的人民，咱亲爱的人民，我们一定要爱他，因已经可怜足久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在深层的沟通的技巧哈，他必须透过心灵闲聊人生。大不同如何打破不熟的尴尬？
要有好的印象啦，哈、哦，就是讲，有时咱做领导人嘛，唔好讲安尼足呆板，有时候还是可以透过你的闲聊，啊来，即、這个人生安怎无同，啊对大人的意见无同，所以这样来改变我们互相的这个印象哈，拥、哦、有一个健康，一切。拢总有意义啦，吼！这个健康呢，包括身体，包括心理的健康，吼！啊，咱的眼光，吼，扩广深远，人茫讲看伫个短短啊，尔，吼！阮一个细汉孙啊，以前讲啊呐，你若讲，你这欠起后摆会当买铅笔咧？伊讲无啊，我现食现好，啊，阮姊妈拢定甲伊讲。现食现好，实在不是袂使的。所以讲吼，伊吼细汉拢讲伊足够食的就对啦。伊的钱呐，摕过手随买来食，只来讲现食现好。你甲讲欠起伊无爱呢？所以即句话咱摕来用，就是讲人慢看眼睛，爱看较远，看较深远。所以你安尼来替台湾来付出，你才袂感觉足辛苦。啊，幽默各种尴尬。咱就是讲，咱人如果在尴尬的时候，哈，啊，你讲一下，较笑开一下，哈，可以化解很多的尴尬，那个僵局可以解化掉，哈，互相的两个的鸿沟啦，哈，较袂讲，后摆拄着，哈，煞小歹面小看，哈，人如果你若有一边的歹面小看，后摆。你要讲话就真歹讲，所以讲，当如果我们讲话吼，那有讲到迄个小可冲突点，我们要说说笑话，啊，甲伊化解掉。那么大家保持友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多给对方一个尊重啦吼。如果讲咱这家眼红博主吃，那么这家不要两败俱伤也没有意义啊。哦、所以讲留给对面一个面子啦，咱兼讲几句啊，会使，这减少冲突哈、哦。啊，咱互惠坦诚，才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啦。咱一定爱卖讲哦，啊，这个对我有好处，啊，对你有好处，那都斤斤计较，安尼一定让别人袂讲信赖你，伊会感觉你自私自利嘛。一组人，伊就对你吼印象不好啊，要主动结善缘，建立良好的人脉，运用政治智慧，往往能成一切。什么叫做政治智慧呢？咱政治智慧就是要运转一个国家，咱有军事，有政治，有心理，跟有经济四个层面。那么，咱就是讲跟人际关系的时候，这个四个层面，我们都可以来运作。这行袂使，这行嘛会使，这行袂使，这行嘛会使。哦，就是要宽广的想法。所以讲，咱安尼才会当解决一切。所以呢，传统的策略有时是远离世代啦，哈、哦，咱。这就是讲，你用基本的办法啦。咱人做人的基本办法，就是道德、品格啦。你的品格修养、道德，这种最基本的。用什么？即马心波所啥吼，拢无一定较好用啦。这种基本做人的条件，做人的条件，如果讲品格无好，你就是讲吼自私自利。这种没有道德的观念，做什么会拢是自私自利？那么这是一点哈，没有可以完成一切的这个坏处哈。来，拄只咱的秘书长有讲哈，一个我原来是甲秘书长合作。台湾的一个啦，嘿，曼德拉啦，
啊，讲这几天是我阁唔知，我非常崇拜他哈、哦。他为黑人哈、哦、去用关二十几天啊，他把黑人带出来一个比较有人权而且自由的世界，但是他牺牲了二三十年被人家关呐、啊，这实在是，哈、哦，我就是讲秘书长就是咱台湾的曼德拉。啊！伊讲啊，你莫安尼讲，我无遐有一段。我讲无，你是台湾的国父。伊讲，哎呦，莫叫我国父，嘿，阁伤大吼。啊，确实就是我们的国父啦，吼。咱今仔日若无伊开这条路去呗，咱台湾吼门都没有啦，莫讲有一条路啦，真正吼眼前都无法度度过。昨阵这个校长有讲嘛，哇！啊，因都拢要赶交交做伙，啊，规个拢要搬搬过啊，啊，咱敢有法度？就是讲咱即马台湾民政府行这条路，但是我们有慢太多了，所以大家要多多赶紧努力脚步了哈，一定爱甲咱的台湾民政府赶快建立起来哈，再免于受害牵连呐哈，创造思维和独立的思考。咱就是讲，一定爱达项代志，咱爱经过大脑，卖讲无经过大脑哈，啊随便做随便想安尼哈，爱有独立的思考能力，卖讲人甲你讲啥，啊你就直接怎啊听啥，哦没有自己的想法，这样子你无法度创造自己的风格，而且你独特的力量哈，所以讲具有强烈的企图心和乐于接受挑战呐，哈！如果你讲啊，咱伫州里也好，伫中央也好，真侪拢是诶，咱就是政治局跟这个事务局嘛，哈。那么咱家己有碰到哦，像即摆考试也好，咱爱勇于去试看看，咱懂多少，或是讲啊，他叫你当郡长。啊，咱郡长好，无咱来领导看卖啊！啊，大家拢唔出啦，要叫上做，大家要拢讲我袂晓。台湾人伤过客气啊，就是伤客气、伤故意，咱才予做奴隶、做鬼啊、霸当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拢讲啥物人管嘛相共，迄插大尾啊足相共。啊，边啊管的是石油十八块，啊你不管政治，政治都管到你家里去啊，税金直直坐。即个恁卖用个事啊，家己去捡茶起火啊，安尼你不要管政治没关系啊。哦，啊无一趟千外块，啊你讲唔爱用，啊就互政治操控啊嘛吼。哦，所以讲一定爱关心咱家己的环境啦。咱的子子孙孙搁要过日子咧，咱袂使讲无去插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。具有强烈的企图心和热爱，接受挑战，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。因为咱家是经济，咱所学到的，咱即马等于要安怎传承？这都是一定爱把咱捌的知识跟我们的想法，一定爱藏在别人的头壳内底，人唔才会听咱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无法度装进他的脑袋吼，他不会跟着你走啦。啊，咱是做善事，咱是爱伊好，而且报伊好康的，对不？哦，那么你要怎么样把他装进这个你的好的一面？哈、哦，善用时间跟资源。那讲吼，时间就是金钱呐，所以我们不能太慢呐，哈、哦。就是讲吼，咱这个资源哈。来复制是最快的捷径啦！我安怎入来？我安怎人甲我讲？啊，我安怎入来？我组织咧，搁甲人讲，伊嘛安怎入来？迄号做复制嘛。所以讲，我武武功我有秘武功秘籍嘛，哈！我武功秘籍哈，咱即位东心吼，伊都对。对外武功秘籍足有兴趣啊！吼，咱这个护士长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传承的方法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简单明了扼要的说明方法，
我拢讲，讲十个，绝对十一个会来参加。安尼，恁要相信无？要相信无？因为哦，我叫上无有七八个来上课啦，上无有千三个办身份证啦。安尼吼，我是无满意啦，但是算起来，我那未少啦吼。啊，咱每一个人卖讲千三个啦，每一个人十三个，有法多无？有哦，哎，这个大师都已经叫十几个啦，所以咱的脚步未使慢啦。校长敢讲吼，咱真正足危险嘛吼。所以呢，咱要面对困难的态度冷静。一定要冷静。如果你遇到困难，你的态度一定要冷静，不顾退劣向前进啊！哈，再难的事情拢绝对无问题。咱袂当当来讲，啊，咱讲十个死十一个，你知无？哈，啊，咱讲十个吼，啊，互人十个敢泼冷水，含家己死翘翘，啊，讲十个少四十一个，安尼会使无？绝对袂使。讲十个，嘿，啊，上无到十一个加入，含家己一定爱加入嘛，对不对？有办法无？有吼，有办法，我看看的吼。今仔日只高级班吼，个个吼拢比我较强。我叫千三吼，恁叫万三得啦，好无？好。人的梦想因梦想而伟大哈，就是讲，咱这个梦想就是咱的理想啦。咱这条台湾民政府的路，咱要安那行出来？你的思想态度、行为，拢是你的结果啦。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，你的态度什么，你的行为是什么，结果就是什么啦。好，像我讲。前该讲过的讲吼，你的格局啦，决定你的结局啦。吼，同款的意思，你有迄个格局，你的结局就有多大。吼，咱可以梦想到多大，你的成功就有多大哈。个人的成败哈，决定你个人的思想格局啦。个人的格局取决于个人的梦想啦。你敢想？你绝对会达到迄个梦想，吼！所以你讲想讲，我好，我要来做副州长，我要来做郡守，那么你就可以达到。因为呐，你的论述，啊，搁而且吼，你学好，会领导人，你会叫人，那就过啊啦。会使讲全世界的官吼，最便宜的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格言呐。替家己拍一下手一下，好不好？真正足有福气的啦，吼！所以呢，咱即个吼，为什么说梦想会达到？华特兄弟伊咪讲吼，啊，鸟会飞，啊，咱人还袂飞，到尾啊，咱就会飞嘛，对不吼？迄拢嘛是古早的人想出来，他就会做到。阿姆斯壮是毋是？伊嘛是去到嘿，去砍嫦娥底啊，对不？吼、哦啊，对无，伊嘛去嫦娥遐嘛吼，去甲嫦娥会面嘛，所以可以，你要付出比别人更多，可以改善自己的感觉，一直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做大事，安尼对唔对？你一定爱相信家己，你家己都做会到，袂当家己讲无自信吼、哦。那么怀抱远大的梦想，最高的最宏大，求胜心切，是凡事总是要先有思想。可怕的就是没有梦想，伊就是讲，你如果你有远大的梦想，你爱有最宏大的这个心啦，但是求胜一定要心切，凡事总是要先有个思想，你一定爱家己有拍算。我今仔日去嘛民政府啊，我要在哪一个角色？吼、哦，我家己爱清金清亮，不要老是讲，我一定要争很大，这样不行。但是
可以自己去发挥，会当做足大，绝对嘛唔好客气。我会当做一对，迄就是咱的责任，就是咱的使命啦，哈。咱今仔日咱也唔做嘛袂使，但是咱袂使讲，哎啊，咱都啥物拢袂晓，啊，咱都干那要来占哦足大位，安尼包死的，对无？家己吼很快就被淘汰，吼。所以讲，一定爱适才适用。可怕的是没有梦想啦，伊拢无想讲要做啥，为讲足好个，伊个即个情操足悬个情操，讲，我到台湾民政府啦，紧起来上好，啊，紧起来唔是干那用嘴讲尔，大家拢爱做啊，要付出行动啦，吼，啊，要坚定不移的信念吼，一定要走出即个僵局啦，即个局限啦，就是咱即马。一定要去突破嘛！啊，定定两万个开掉，那上无嘛较早较紧的二十万来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讲速度非常慢，咱积极的，咱积极的人就像太阳嘛吼！啊，走到哪里就亮到哪里。咱若是做啥物时阵，咱像咱的议长吼，坐计程车嘛在讲，坐到地嘛在讲，都是民政府。我想他在睡觉也在梦民政府啦。哦，啊，咱的议长坐后边，给拍一个抱啊，鼓励一下。他是我们效法的对象啦，因为吼、哦，真正到处都在发传单，到处拢绝对没有失去机会一次。我看到伊都是拢在公民政府啦。如果那安尼吼，咱足紧就成功啊，对不？哎，哦，一定要向他学习哈、哦。啊，咱的语言哈。哦咱一个人的能力吼，语言才占五，咱占55%哦。热忱、热忱吼，38%能力，不能力是不论能力再强吼，如果你没有干劲的话吼，就没有用。就是讲，咱的语言呐、啊，我们正要用的现在就是在语言，咱就是嘴爱一直讲，咱就会成功啊嘛。那唔免牙签去跟国民党底下拼，啊唔免来抗争啊，啊就是一直看到朋友，看到熟悉的，咱一直讲。所以讲，咱的一般唔是这个时段。当我们执政的时候，我们的语言也是很重要。咱要安怎撮人，也是语言呐、啊。所以语言要相当自己去训练吼，像我拢争取机会去来遮吼。讲安尼吼，大家拢一定爱有这样吼啊，热忱占38%呢吼啊，能力高不高，迄较次要啦。因为你无能力，你如果认真、你用心想要做，就绝对做会到，就没有用。只有哈热忱差一点点哈，也可以弥补啦。哈，公益善其事哈。必先利其器啦，就是讲，咱这个人吼，你就是吼，你若认真去做，各项拢会成啦，吼，咱就是一个真好的材料。如何扮演卓越的成功者吼？咱唔是干那领导尔，领导你若领导到安尼迷迷冒冒吼，安尼嘛无效，所以。成功是很重要哈，领导一定要成功，要有卓越，这就是最重要的。讲你领导，就是爱领导成功的领导方法啦哈。啊嘛是做一个成功的领导人，创新有内容，外表不过分啦哈，谦虚，口齿要清晰哈。你就是讲你的外表。嘛是袂使过分的谦虚啦吼，咱讲话嘛是爱清楚啦，吼。你如果家己吼讲话，人拢听袂清楚，你的效果减半啦。所以口齿一定要清晰，咱讲话袂使讲干乱安尼吼，啊，凊彩讲的吼，那效果一点都没有吼。所以讲吼，必须做好自己，破水者的，却希望有人能领导，有会当领导人哈，领导他们哈，
但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角色占有者了。咱就是讲，你如果家己那是希望安怎来做领导因，你家己一定爱做好家己的角色，唔是叫别人做好得去占有别人讲，你一定爱做安尼啊。但是我家己凊彩就好啊，吼。所以讲，领导者有效的影响领导者，比别人有专业知识，借用各种工通。各种沟通机制啦，沟通的机制哈，来转化解化解这些部署的认同啊，能上下一条心呐。就讲，如果你就是家己去有效去应用，就是讲你做的方法是对的，有人有认同，所以讲比别人讲有啥物专业的哈，因为咱家。大家拢无做过正义务官，咱去领导的人，伊拢是有专业知识的。但是你那如果讲你领导得宜，你会当互认同，袂讲啊失去迄个效用，就是上下可以一条心。哦，如果呢，你的领导能力无好，你个专业知识没有，那一塌糊涂。我看很快就会换人了哈，所以哦，这嘛是要注意的哈，不是只来学习，咱不是讲干那来学习尔，也是要来贡献的，或得到应得的应尽的义务跟责任呐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咧，大家拢有迄个心啦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爱台湾，搁为台湾的心。带来台湾民政府绝对唔是讲啊，我要来得到啥物啦吼。不过呢，咱就是讲一定，既然你接到这个任务啊，一定要尽义务啊，尽责任。每一个人从我们开始，从台湾，从我们这些种子开始哈，来把台湾所有的拢来改变，会当和台湾。后摆是一个真正美丽的宝岛哈，成功的主要职责，成功的目标哈，要达成组织的目标。组织目标呢，每一个人，不论你是州长、郡长，哦，你个副州长，我们都要有一个组织的目标，咱不能一盘散沙，一定要有团队的精神啊，维护。组织的运行，我们不能破坏组织，就是讲每一个人内底不能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，但绝对有小事我们可以忍，可以沟通，不能对立，不能争斗，所以要达到组织的维护组织的运行哈，创造使组织满意，每一个人都非常快乐，在这边。来应聘，咱若无讲认真做了袂爽快，大家拢无精神，对不对？咱每一个人呢，在团队组织里面，变甲大家人足和谐啊，足快乐的，安尼成绩会加班，对不？哎，所以讲吼，咱一定要制造使组织满意哈。即个满意就是讲。每一个人拢底下做了吼，真快乐，而且做了真顺遂，而且成果非常好。要极力的方法，要达成一个组织的改革。组织如果过去，咱呢一般的团体内底拢安那，搭来搭去，讲来讲去，吼，迄种的一定要改革。咱过去的歹习惯，吼。吼、哦，啊话吼，乌白讲话，乌白扣帽子，那个都是我们台湾人吼的缺点，一定要改掉。啊，那无吼，那个组织会垮下来哈。啊，所以吼，沟通技巧吼，人员呐吼，成长，人员的成长，啊个成员的满意度，啊个团队的建立，咱
如果讲吼，一个组织的内底吼，咱的成员要长幼有序，要互相尊重啊，我们要疼爱部署哦，袂使讲哦，你比我较小，啊，人比你较小是较慢热啊，尔，人本来就比你较敖啊。虽然我们有政治伦理较慢热啊，会排较后壁，但是伊的能力无一定比咱较强。你不要自己自大，吼、哦，我比你较大，你逐项拢爱听我的，这样绝对不行。那样一个组织是不健全，而且人家是表面上让你控制，人家心里是不舒服啦。吼、哦，安尼吼袂当吼团队会当成长，他心里不舒服，伊就无要去做啊嘛。吼、哦，而且甚至会讲负面的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有事情，我们一个组织团队要仔细，而且要认真拿出来讨论。大家来互相沟通，绝对不要暗斗，那么暗斗就会把组织垮下来。哪怕我们会接政权，如果这个习性不改，那我们也是会被人民来唾弃，对不对？对。咱一定爱勤政爱民啊，组织我们的团队，行政团队一定要和谐，一定要合作哈。那么特质，沟通对下，采纳意见哈，意见咱只嘛就是讲愿意倾听、关心还是欣赏、赞许、支持，具有人文精神，体贴言行，一定要诚实，要正直，值得信任。咱就是讲。对你的周边，我们的组织成员啊，吼，一定爱采用人家的意见，唔好老是以你自己的意见为意见，吼，这安尼绝对害的啦。就是你无可能全世界的代志你拢捌啦，嘛是爱听一点啊别人的，吼，卖讲哦，我做上大拢听我的就对，吼，啊，而且吼，你爱加嘛听以外，你的成员。你要会去欣赏这个人的才能，伊的好处在哪里？袂使讲哦，逐项拢我上敖，尔恁靠是敖啥？卖有这种的心理啦，吼！啊，要爱勇于去娱乐人。我若讲到这点，我拢够足怨叹的。台湾人是安那拢袂敢娱乐，足奇怪的呢。咱日本人吼，你若加伊一点点啊，介敖吼。伊安尼五体投地安尼吼，甲你讲先拜哦，安尼你真正有够敖，甲你行咧行家呢，伊若看到你拢立正呢，啊人就是会甲伊迄项好处甲学来，啊咱台湾人唔是呢，你若甲讲对一个人足敖吼，好伊找一百项共嫌嫌家安尼无一块啊无对的啦，啊这足奇怪的对不对？咱拢卖有这个缺点啦，咱就是讲哦。一定爱会讲赞叹，爱会阿罗人，你会阿罗人，人心情很愉快啊！啊，若有影好诶，咱爱发扬光大嘛。啊，无好诶，咱暗中跟他沟通协调，请他改进嘛。好、哦，卖讲当着大家的面前改当场闹开，安尼伊不但无爱改吼，伊搁要变本加厉呢。好，安尼大家拢受灾殃安尼吼，所以这个也要技巧。咱就讲，咱的团队的技巧非常重要吼。所以讲，我认为讲吼，我伫社会吼，啊，留55冬啊，十几岁就出去留家鸡巴啦。人讲做事容易，做人难啦。天公做人都有人嫌，做人当然嘛有人嫌。但是我们尽可能做到规规矩矩、标标准准啦，安尼对唔对？所以人若讲吼，啊讲诶，若唔对诶人讲是讲伊家己啦。啊，人讲吼，日久见人心嘛吼，所以讲讲伊家己，一定爱客观吼，胸襟开阔，忍容忍呐，有理性，爱明理公正呐。咱做一个咱诶行政官吼，咱一定。无论拄到什么代志，咱心胸一定要打开，袂使老是吼，会看到人的缺点尔尔，
啊，得嫌东嫌西，啊，你的部署连地走了了，啊，那无你嘛爱家己走啊，吼、哦、对唔对？啊，看到啥拢未顺眼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也未忍耐，你看到无啥爽快，你无一定。人的想法也许是对的，不一定啦、啊、吼。啊，你得跟伊沟通一下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是安尼吗？有啥物敢无较好诶？吼，还是我安尼有较好不？你一定未使直接讲啊，你迄就是未使啊。啊，这就是安怎吼？卖有迄个官僚派，咱的国民党的官僚派吼，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成员，我们的执政团队啊，不能有他们的习性呐、啊。对不对？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一定爱理性哈，爱做明理，未使无明理。理是讲大家人啊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对不？这句大家拢仰念啦，但是做会好无？哈、哦，咱的台湾人哈、哦，硬凹的很多啦，无理要公家有哈、哦、有理就对啦，一定不能这样子，一定要公正明理。哦、要授权信任部署，让部署有个自我成就的空间呐、啊。咱那一个部署，伊甲你讲什么代志，你绝对未使甲随该嫌爱随该呐。他有心向你禀报，你爱听听，不是只有听听而已，你爱去研究他为什么会讲这样子。哦，要明理是非。袂当讲，大家拢做厅长，听的，大家拢听落，拢听一边话尔尔，安尼包死个啦，吼、哦，唔是死一个尔，死几片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要是非分明，黑白要分清楚。那么啊无，咱就是讲明察秋毫。你有人来甲你禀报啥物代志，你袂使直接听下去，你一定要经过调查。一定要询问、哦，要有技巧去了解是非，袂当直接了断讲，哦，这个人讲这袂使好，袂使这个甲撕掉，啊靠，遐济行好事，啊嘛念地斩了了，斩嘛剩你家己，对唔对？啊，剩家己要哪做？只有将军没有兵的没有用啊，对唔对？凡事一定对事不对人，咱讲的代志就是来研究，这个代志安尼对唔对？唔是个人的攻击跟扣帽子，唔是讲一定爱甲这个人裁罪。这个人虽然较憨蛮，爱是讲伊有些些偏差的思想，咱是爱透过教育，这个人咱嘛是爱用嘛，唔是讲像高山啊的挽那个牙齿啦，啊看无啊挽几粒来，啊几粒就断落下底，因为伊也无地啊好地嘛吼。那么我们。带组织一定新人进，旧人要留啦，一定爱留啊！唔是讲看到一个未爽快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未爽快也是。哎、欸，啊，世间有几个对你忠心的，互你是，那就到尾啊，你家己爱走路啦。所以绝对讲新人进，旧人留，旧人留，一定对事不对人哈。咱。讲代志就是为了要求进步啊，求改善安尼尔，唔是讲迄个人一定爱甲踢掉哈。所以讲，爱有部署伊家己有成就的空间。伊那部署有做了袂歹的所在，那么爱改学路啊，吼、哦，要适当的鼓励，让他更有信心呐、啊，哈、哦、啊，对伊的工作伊会增加效率。你那是一个歹的主管吼，一干干哭哭念吼。那个大家业绩拢足歹个啦，心情大家拢无好，拢袂叮当嘛，对不？大家拢有尊严、有民主个吼。啊，那是一个好个部署吼，逐工拢用娱乐个吼。我相信哦，业绩都非常好，成果非常成功啦，吼。这我拢有坚持过吼。那么极力挑战，启发部署团队导向。即经常性的鼓励士气，并且绝对要营造快乐、卓越的团队团结气氛呐、啊。哦，一个团体，你就是讲，迄、那个士气袂使无啦，袂死气沉沉。如果你若讲
逐工拢讲负面的，啊，逐工嫌吼，内底拢死气沉沉嘛。啊，你若是讲吼，用鼓励的方法吼，逐工逐个拢足快乐，这个也红娱乐，那个也红娱乐吼，这个甲保一个，那个甲保一个吼，啊，咱也无了本钱啊。刚阮校长讲，我多一个人给你，我也不用会变钱啊，为什么何乐而不为？对不对？你讲娱乐一句也未了啥啊吼，啊，无需要。吵吵念也是逐天乌白嫌啦，乌白嫌一定吼，人无人要替你做代志啦吼。所以讲吼，这个士气，咱爱营造环境的气氛，让大家都很高兴、很快乐那样子，那迄个团队一定要做加足好诶吼。啊，凭两一个领导者的优劣，包括吼伊个职能加智前瞻呐，伊个智慧前瞻呐，哈，这个前哈，看那写唔对啦，哈，前瞻，阿要讲前瞻嘛，会使啦，哈，这个利益啦，就是讲前瞻跟前瞻呐，哈，啊，选人哈，爱选对的哦，你那是找一个唔对的哈，干那一支啊，你行唔对的，都爱规盘拢总无去啊，哈，这个选人你一定爱选对对啦，哈。啊，用人呢，你一定要善待。你那是用人无善待哈，拢是要甲人做奴隶。安尼，咱都互人做奴隶，倒啊何必搁即马搁来互你做奴隶？对不对？咱都是要推翻这个奴隶制度，所以咱绝对袂使搁别甲咱的部属提来做奴隶。安尼好无？不能把部属拿来。当奴隶啦吼，一定要善待。要育人，就是培植他的专业。如果这个人啥物拢袂，不要紧，你该教伊真紧肯学，那也是一个专才哈。嘛是一定爱培育专的人才，袂晓啊，咱教教都会啊。因为即马阶段性的工作哈是简单啦，那么以后专业的，那么自己要准备了哈。啊，你一定爱安人嘛，安置人吼，你爱安对位置啦，吼。你那是讲吼，只有用奴才，啊，这都阮什么人，这个阮什么人，这个阮什么人，拢来摆上大位的，不但别人不服气吼，你安处位置吼，你会害死自己啦。因为安那，拢领导的人上歹讲话啦，你以后吼，你要把他调位置吼。哦，迄阵啊，我看别人真好讲，家己会愈歹讲哦，对不对？嘿，迄拢有经验啦吼，所以安人一定要安对对子吼。这个职人就是讲，这个你的智慧的前瞻吼，你爱会晓看人啦，爱会晓评估那个人的能力，这个、人会晓做啥，啊，这个人未晓做啥，但是咱拢适才适用啦，每一个人拢用会到啦。吼、哦，你讲大个机器，伊嘛爱卸粒螺丝啊，吼、哦，卸粒螺丝也很重要啊，少一个螺丝你都不能转动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就是爱适才适用俩，就是爱放对位置。如果啊，时间到啊，吼、哦，哈，哎，时间差不多啦，吼、哦，过五分钟啦，歹势吼。啊，即马咱也是讲，一定吼爱记要着。一定爱选人，爱选对；用人爱善待，爱培育人才的专才。咱安置人一定要安对。安尼，如果你若讲会知啊，食的吼，你若要爱这个这些条件啦吼，啊，无写起来，拢为网络来得去调拢有啦。吼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好，虽然讲我学问浅薄啦。但是提供嘿这个很重要的要件吼、哦，让大家牢牢记住哈、哦，就是希望讲后摆啊，恁吼哥哥啊，会当在民政府做得更好，做得更久，安尼好不？好，好，多谢大位。各位同学，请起立。感谢大位。下课休困十分钟。